灭完了乌啊，咱们开始灭山岳。40万的锦兰队，40万的锦兰队啊，城里40万，城外40万。之前咱们打这个，窝的时候是城外50万，城里50万，损失了，扰乱。最后是损失了63万人，双方加一起，大概这回能损失多少？献帝在长安，我已经拥立他，这个请放心。啊，不对，现在咱们是皇上了，是吧？现在咱们是皇上了。那没了，献帝已经没了，已经禅让给咱们了，把地位啊，把弟妹，不是地位，弟什么妹，已经把弟妹让给咱们了，地位摸爱位。哎，这队回来了，看不看见，这队回来了，看这儿，哦，这边他中了，中了，这边就是拖他，就是拖，单挑。哇，山岳武将比曹洪的武力要高，你敢看？哎呀，差一点，我用个连塔。这里打怎么样了？有没有被那什么的？这14个人搬家，到成都，搬到汉中。先看这边战况。那周瑜。周瑜，你快点儿，你快点儿，这城没了。应该是咔嚓不了，你顶多是到时候咔嚓不了。周瑜，快点儿，要不然抢不上了，抢不上了，快快快！12万了，这边拖的还行啊，还在拖。给报，不行，我这个撑不住了，把九江先打下来喘息一下。这边留个人，留个公孙康，留谁都行啊。追上来，哦，终于到了，这100多人。这里啊，然后你们要去哪儿啊？要撤退啊？你呢？他也要撤退，不打了，那你们撤吧，你们已经无家可归了。
肯定无家可归了这下。2700多人一天都撑不过去，这些井栏的攻击力如果不发动兵法的话，每天大概是10000人。每天发动兵法，法就更多了。音乐没了，张昭他都没找。看一下形势啊，这样一族就剩南蛮和枪了。这个筛选也完成了，咱们看一下损失了多少人，来了40万，对面也是40万。这样伤兵是加上42万，42万大概损失了36到38万人吧，双方加在一起，那比打窝的时候损失小多了，对吧？窝的时候双方损失了63万人。OK。